兄弟，麻烦坐起来一点。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坐金楼。哟，这不是我前任吗？冲了几十个六四八，战力还是这么点。闭嘴。哼，兄弟，玩山海经根本不用充钱，开局直接跳异兽岛，先找小怪开始吞，只要吞噬出地江，你就可以战力千万。我现在就试试。可以，很麻烦。玩游戏一定要笑，不要愁眉苦脸，这样笑得完。能不能有点意思呀？哎呀！